儿子讲话不可以呀、啊？你为什么都不能让我把话讲完？还有你，我妈把我忘记了。你打算怎么办？又不想跳舞，努力就会变好。你知道他往哪个方向吗？你走开了，我要回家。你家里不是忘了你，家已经垮了，你记得吗？我们回家好吗？我真的没有故意，不记得。你为他做什么？为什么忘记的人不是我？对不起。就是在学校有人传你消息。